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泰坦尼克这个船头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泰坦尼克的那种建成以后的这种气势，到现在到目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。现在我们进到的位置呢是到主甲板的位置，上面还有两层半，预计将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全面建成。游客会感受到当年泰坦尼克它的奢华，对吧？它的雄伟，游客在里面有两个态，一个是参观，对吧？参观呢就是我们会从码头开始，对吧？我们会复制当年的南浦的码头，对吧？以及所有的蒸汽机、驾驶舱，对吧？包括游泳池、健身房，都会按当年的标准进行复建。如果一个是供游客参观，参观过程中我们会讲述泰坦尼克海难发生时一些感人的故事。我们是地处中国的中西部嘛，对吧？在成渝两个大城市中间，对，而且全世界它这个 IP 吸引接种世界各地人都会来，所以我们的接待游客量一年大概会超过200万或到500万，所以有这个游客量，那么对我们的投资收益应该是有足够的保证。